小姐，小姐，有紧急电话，一定请您听。快醒醒，小姐。喂，车已经在楼下了。还非去不可，不然你们潘老板当着所有人的面欺负自杀。喂，你是当着多少人的面表演啊？百乐门的姐妹你全都请了吗？行，我马上到。小姐，邓姐，利落点儿。好戏就要开场了。好处吧。我们每天都点啊，多吃点，给您倒。这个杯子。谢谢。来，别光顾着要啊。来来来。玉观音可请到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坐。哟，今天是什么局啊？这么大阵势。我。连郭董都亲自驾临了。我是专程请郭董，我以为只是来护驾的。来来来，好，您请。我知道我老婆是有名的母老虎，一山不容二虎，所以呢，专为你打造了一座新的金山。让我看看这是什么？哈同路205号四层楼豪宅，还安了电梯一部。照例呀，这棉纱大王可是不折不扣的金山呐。命贱，连纸扎的山都无福消受。是啊，不像某些人，非要扒着钓一只千年大金龟，这裤腰带早就松到脚背了。只可惜我这尊玉观音还要在苦海中普度众生，一时上不了岸。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知道，潘老板是花了大价钱，也都是为了赵丽好。可是赵丽心高气傲了点儿，这房契呀，您拿回去收好，我不做人家小老婆。要嫁就明媒正娶。老潘，好话坏话都让他说尽了，是吗？那就留点油水给你捞吧。这顿我请了。赵丽，哎，Johnny，付钱。啊，潘老板，我们洋行要举行茶会，我要护送赵丽。又得了一个来捞油水的。这，坐下。我们走。你们跑到我的地盘去收保护费还不够，居然还敢暗算我，找打！赵亮哥，小心！走，追，快！站住！站住！好像是我哥。是我见过最不知好歹的人，你知道你可能会被乱枪打死的。你伤得重不重啊？刚才真的太危险了，我都……你怎么会到那么危险的地方？你现在应该在上海才是啊！你说你都那么苦了，你还要供我学芭蕾，我真的是浪费了你的钱。你还没有回答我说的话。你是不是一直都在跟着我？我跟踪的
更重的事情找绿。我没想到，原来你也在那儿。赵丽也在。我只是想知道，像你这么冷酷的人，为什么会让我这个跟你毫无关系的人学舞蹈，而却让你的亲妹妹下海做舞女？我觉得这很奇怪。我的事与你无关。当然有关了，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话，我可能早就已经下海做舞女了，我应该报答你。那就不要浪费你的天赋，让我看到你成功，这就是报答我最好的方法。回去吧。你有一个特别了不起的妹妹，难怪你平时那么心疼她，总是暗地里关心她。我让你走，走！你没听见是不是？滚，滚呐！看来我现在是唯一的人证。我们兄妹的病情一样严重，在我死之前，我一定要让你知道你到底是谁。把眼睛睁开，把眼睛睁开。我就知道你在这里。赵丽，不要！睁开眼睛，看看清楚。哥，只有你能给他真正的姓名和不一样的人生。睁开你的眼睛，看清楚。你们是谁呀？你醒醒啊！只有你能给他不一样的人生，我求你醒一醒！醒醒啊！